会不会接受我的告白？接受我的告白，接受我的告白吧，拜托。嘉敏，你知道什么圆周？你知道圆周率怎么算出来的？是一个男生为了一个女生算出来的。今天我为你算的是圆周率，请你照下。哎，太阳底没有太阳，长颈鹿美女不交，不是长颈鹿交的，我的心也是属于我，属于你的。接受他吧。你不要打我们两个吗？那你呢？我不想跟你讲话，真的怪。世界这么大，终于让我在你心中。